让小鸟欣然围着餐，我让花朵嫣然围着缠，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，啦啦，秋色饱餐当然万物喜欢，耶耶耶，我让金曲怦然撩起波澜，呜呜，我让麻木傲然撩起梦幻，呜呜，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，呜呜，哎呀妈呀，天哪，怎么办？今天是雪跳青春有你二的我怎么这么好看的第一天，哦，好累哦，我才学后面王星宇过后的舞蹈部分而已，我就已经喘成这样。我在想他们训练生怎么可以就是从早练到晚，而且都是一直在练同一首歌，而且还要跳完整版。我就挑战三天学会这个我怎么这么好看的后面一小部分，因为听说他们训练生他们都是在三天之内就练完唱跳一整首。不要看我的右眼，看左脸，真是太丑了。今天是练青春有你二的我怎么这么好看的第二天，刚练完，哇塞，还是很累，头发真的是湿到完了，我的刘海已经在下雨了。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是他们可以跳得很辛苦，这个真的很辛苦，跳那么一小段都觉得很辛苦，可是他们跳完整首歌还要加上最难的表情管理，怎样做到的嘞？我真的很好奇耶。 Hello 大家好，今天是第三天练习青春有你的我怎么这么好看。自己是觉得那一 part 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只是觉得还有很多小细节啊，再加上表情管理的部分真的，明天就要开始录了，所以不知道会怎样啊。对了，今天我有看了那个最新的创造101的主题曲，导师已经跳了嘛，所以就已经出了那个舞蹈影片，我已经开始在学了，可能也会 po 吧，再看咯，拜拜。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赞。